我咧，前线小编都有嘅。喂，谢谢。那你看我道出了我的。Testing testing one two three. Hello， 你好，我是敏啊。那么今天我们又要来玩这一个 Chillas Art 的恐怖小品、啊。这一次游戏叫做自错。然后我不知道，可能他是讲一个网红或是 YouTuber 之类的，拿着相机去探灵探险之类的。那我看了他们在 Steam 上的评论啊，好像是贬褒不一。有人说这一部对比之前的作品逊色了许多。那我们也不知道，要自己玩了才知道是吧？那我们立刻开始吧。我看他的那个游戏预告，那个环境很暗哦。对哦，我之前那个幽拐事件为什么会这么亮？是因为我白痴。不小心把人家拉到去最亮，人家那个画质明明是挺好看也挺恐怖，我整个电脑卡去 what the hell， 我有一点感冒，所以声音听起来可比较奇怪。新しい企画できたか？哎，你的企划做好了没有？え？え？何？だから。バカ野郎。企画だよ。何？うちみたいな弱小映像会社はとにかく新しいものいっぱい作っていかないとなんだよ。我们又要扮演《中国报》前线小编了，各位。若いんだから足を使え足を。对对对，到处走走看看 ，OK？ 走下走下去死就对了。流行りなんかは置いてるか？对呀、啊，你有追上最新的潮流吗？没有是吧？你知道那个黄世明网红吸毒吗 ？Oh my god！ 真的是这样哎、欸。完了。诶？まさか自分が行くんですか？啊，不然呢？你是前线小编呢？讲是你第一个拿 ，OK？ 死也是你第一个去死啊！所以你知道还有谁去啊？不然忘记哦，你哇！哎，加班费有没有啊？白金你要给大份一点哦，老板。所以我们是一个记者，然后我报了那些报道，平时没有人看，啊，老板叫我来这边探灵探险，完了，我是不是应该先上个铜再玩这游戏啊？哇，这游戏它是还没有开始哦，吓死我！我以为这么暗，好撇、卡到音。哦，思明，它画质是好哦，可是你电脑 handle 不到的。老板，该不是怕我来做什么采访身上独居老人的一辈子吧？我、没有。咦，哇，这边有这一个什么神像柱吗？咦，我就没有兴趣咩？啊，你就派我去网红家采访哦，看他们有没有吸毒哦。好暗啊，家人们。我是怎么进来的？我是偷进去垃圾。需要这样吗？我调亮一点好了。I can't see anything, OK？ 你是谁呀、啊？这是合同吗？两个大捏捏，我隐私怎么这么智障？不知道，可能当前线小编都是这样的调料。那边有东西吗？我可以跑吗？啊，很暗啊，那边我还没有看呢、啊。日本版 Outlast，太靠背了吧？这种地方你怎么会敢来耶？有什么？有什么体之类的吗？卡咯，他卡咯。我这个电脑很有灵性哦，它一卡就代表肯定有东西，有两边可以进去，你知道吗？这可以进去。Hello？ 咦？谁衣服的？咦？认真的吗？这样子就进来哦？太靠背了吧？哎，这家到底有没有人在住啊？哦，不对，我在探险。靠边，这家怎么会有人在住啊？是，这可以偷吗？那什么杀虫剂？哎，等一下，是哪一个法师的棒棒？这是棒棒吗？不知道。麻绳？咦，有块镜子在这边。不是，等一下，为什么他这游戏可不可以不要做自动关门啊？这游戏。哎呦，是谁在失禁？怎么看起来像一个少年？不是啊，你看他又开始卡了，什么声音？谁在拉门？太奇怪了吧，这姐！哎呦，每开一次门就要哎呦一次，哎呦，有这个录影机耶，这是什么？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吗？报纸翻译嘞 ？What？ Where is the 翻译 ，bro？ 哎，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What？ 还是说这是要我看他那一个图片？看不懂。反正这边有一个摄影机，这个是门吧？不知道烂到这样，钢门还是门我都分不清。What？ 我哪里都可以开的，我真的。要洗衣服吗？我幽拐事件刚学会洗衣服，那是有人在尿还是有人在洗澡啊？让我看看。
队友那边看起来有点怪，你不可以突然这样啊，靠呗。你当然做那些重话干嘛呢？溜你妈！然后关了水，他就突然间安静去。这游戏啊，你最好不要给我做什么逃亡路线，他跑起来肯定很不舒服。他这个镜头这么晃，哎呦，这可以拔吗？哎呦，哇，这个很像那一个地狱钱塘的头发哦。模组直接搬过来用是不是？怎么有个裸男在这边呢？不可以按 ，OK， 还好还好，不可以按。哎呦，这边有个裸女，这也是我刚来的地方吧？我死了死了死了，前后都可以进了，可不可以快点吹出来呀、啊？拍个影子我就立刻走 ，OK， bro。咦？哦，玩这招是不是？刚刚明明没有这。哇塞 ，What？ 我拿了什么？哇，关个水，他给我录影带 ，Nice， 这个就叫做等价交换 ，OK。玩的又要来，希望看完这个录影带就可以 end 了，好不好？The hell？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bro？ 我在等神打够佢。啊？为什么你要打码 ？Why？ 是侵犯了肖像权吗？应该把你们把人家 P 到人头发哈。阿北，哇，阿北腋下发臭了，开始。阿妈，我们在干嘛？该不会进行什么邪教仪式吧？我们打码打得很好咩，比我打得还好呢。可以出去吗？咦，真的可以出去哦！在开玩笑一个。喂阿北，借你的十字架一用 ，OK？ 完了，阿北不要跟我 sharing 他的十字架，是裸男。喂！干嘛突然间 ？What？ 你不能突然间这样转身、啊！你看我走到这边，好啊好啊，走这边走这边 ，OK， 走这边。要不要这样啊？搞啊！怎么回事？这游戏怎么回事？这游戏怎么这样嘞？我不要玩了！还有我进来自己是不是？哎呀，靠别！我不要再开这种厨子，哎呀，靠别！该不会是这里吧？这个缝感觉就会有个死人头出来的。那什么？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啊！我要帮阿北盖杯子吗？有一些圣经啊。我是遭受了什么罪？我是长得像钉子吗？哈！对呀，你看又要出来了，那个诱拐事件那个人又要出来了。哦，没事 ，OK，Nice。这游戏好玩。啊？怎么会有一只死鸟嘞？这是不是乌鸦？是乌鸦的话就很邪喽。哎呀，我要把它埋起来。像是一种什么邪教仪式之类的吧。哇哇下该不会有个死人头吧，敲死你哦，靠呗，不要让我按了，赶快，这要挖多久？哎呦，啊，谁会在下葬的时候还会跳一下？哎，怎么会突然间转来这里、啊、我一转回去又不得了是不是？ What? You know, 我控制回 What? 我现在还在这一个阿公阿嬷的世界啊，我应该是扮演在场的第三个人吧，我该不会是扮演什么法师之类的？喂，那是什么？听来费心啊。喂，还有二楼的哦，这房子原来可以开吗？可以开。谁在我耳边讲话？ What the hell? 突然间转人家的头，可以开吗？我自己可以开。你来的正好 ，Yes， 我急死 ，OK。哇，你要吃屎哦 ？OK 啊，昨天吃了三色豆拉出来比较丝滑 ，OK。What？ 那怎么嗅到我肛门有草莓味的 ？What？ 不行啊，我才刚拉完，怎么会有魔鬼想要吃屎嘞？有屎吗？哎，谁有屎啊？还有什么啊？我在献祭嘛，靠呗，不要再这么靠呗，好不好？这游戏应该是 bug 来的吧？突然间转头的部分，越来越觉得是这样哦。可不可以走快两步？恶魔在等你献祭啥？哦，我要回来啊 ！What？ 我为什么要回来拿这个鸟？我本来是要埋掉它的，可是过后我拿来献祭给恶魔了，是不是？然后呢，就发生什么一些或者收拾的事情哦。那给你鸟吃 ，OK？ 要冲出来吓我，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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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嘞？刚才个地方好像有些什么 ？What the hell？ 我要去找哦。第二卷录影带耶。这张照片还是一样没有变哦。刚刚的地方在哪里 ，bro？ 也是阁楼吗？是你吗？这里是 Jesus 吗 ？Jesus， 然后这边出来是这边吗？对，这里是厨房，有点大哦，他间房间。这里啊。你要这样搞是不是？来啊！只要胆子够大，女鬼放长假。那、啊、没胆是不是？哇，阿妈的衣服，好呗，是不是？就说你没胆嘛。我就不一样了，让你放完长假，再让你放在子宫假呗。我为什么要来玩这游戏啊？他还站在这边吗？哎呦，第二卷录影带，赶快 OK， 剪一剪啊！靠呗，不要用。手很黑哦，要洗啦！又在看着我没有？哎，很好嘞，这游戏不会做没有用的惊吓点，太棒了！哈哈，赶快跑一跑回去，我要来这边看一看嘛，看看这恶魔还有没有在吃屎 ，OK？ 恶魔，凌波美博哎，没事哦，这游戏会让我物理老师哭哦。那我又走回来前门这里。喂，合同，啊、靠呗，你不能塞住人家家门口啊！没有礼貌，硬要我走那边就对了，是不是？那有什么地方是有什么秘密结局的吗？啊，这游戏只有一个结局吗？应该不是吧？丘拉萨的作品通常都会有几个结局吧？不知道，难说是不是？这一代这么难，哪知道要不要赶收工，随便做了一款出来。Bro， 有点迷路了，我是从这里 ，OK？ 那鬼没有要出来帮我带路，你知道吗？哎，看录影带，我睡觉也忙了，是不是？快别，快是自己嘛？靠别，不是自己，靠别在乱走啊！视频看一看完，赶快去死 ！OK， 看一看完，赶快去死！啊，不是啊，看了录影带，我又要自己操作，完了完了，我要人要没了！你看是不是又来了？哦，我们直接从这个石坑，不要太过分哦！是要去哪里找啊？做恶魔也做的太多要求了吧你？鲤鱼，这里有池塘吗？还是要去厨房找？啊？哇，这里真的有池塘哦。然后呢？我随便撩一撩就有了。十六。这青蛙是在发情吗？怎么会叫成这样哎？哦，我钓到鲤鱼。哎、欸，你麻掉了，我是要怎么看它、啊？那什么，那是有什么体在这里吗？哎、欸，你麻掉了，我是要看什么哈、啊？哇，怎么玩啊这游戏？还是我设定了有什么马赛克？哎、欸，去拉萨，你们到底是怎么了哈、啊、？What？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做那个模组出来的吧？为什么你又要麻掉他呢？好像两姐妹的照片一样。我不需要鱼身，鱼身给你敲啦，很好用的。你真的很多要求哎、欸！哇，他在要挟我哎、欸！靠完再给你吃，信不信啊？所以我扮演的到底是什么啊？阿公阿妈还在这里吗？哦，这里不可以走。阿公阿妈会切鱼身吗？阿公阿妈不在了。阿公阿妈去了哪里呢？嘿、hey, ，阿妈、阿公，我是小孩子吗？看这个角度是哦。然后我在瞒着阿公阿妈做什么恶魔交易吗？阿妈比较像恶魔哎，阿妈帮我处理一下。嘿、hey, ，你也太恐怖了吧！阿妈，这条鱼我令她怀孕了。完了，被骂了。Yes， 想要烤 OK。你完了！我要去告诉厕所恶魔，你们死定了！你们这两个王八蛋，真的吗？他们不帮我切吗？我让你们以后就埋在那个屎坑里面了。完了啦！我要怎么交差呀、啊？哎呀，怎么突然间瞬移来这边？哦，这边有一把锯子。OK OK OK， 这里是我的那个 DIY 小教室，是不是？哦，
咕咕咕咕，就这样子切吗？这条鱼该不会突然间跳起来吧？哎，怎么回事？我切一切直接晕掉去，也太虚了吧！What？ 克隆鱼哦，喂，这条鱼哈，还是这是有意思啊？就是说我已经做这个事情已经不止第一次了嘛，然后次次阿妈都不帮我切，是不是？我阿妈这女人太可恶了，我下一次就切她。好，烤完了，来给你送鱼啦。哎，我们跟阿妈不帮我切鱼啊，惩罚一下她。哎，好臭，我已经嗅到那个臭味了 ，OK， 不要靠这么近 ，bro。The hell！ 完了，你看我又不懂要去找什么。哎，有声音了。第三卷带在你、啊、有这个假人的那个房间吗？有这个假人的房间在你，有点忘记了。我从头到尾都只看到这个裸男。完了，我跟你讲啊，找录影带的这段期间是最压力的。OK， 没有什么不一样，那微波炉还是一样丑。哦，这里还有炉。先靠背。什么声音啊？谁在那边敲啊？What？ 靠北不需要做这一种特别动画 ，OK？ 哎呀，走了啥？你慢慢敲，你慢慢敲。鲤鱼是挺好敲的。靠北！哎，我人呢 ？What？ 哎，放我回去看录影带，我没有想要打扰你敲。完了，他要用我靠了。完了 ，What？ 吸又吸是什么？啊？What？ 喂，刚刚在我黑屏的那几秒，他对我做了什么哈？现在肛门有一点痛哦，奇怪耶。他们总是喜欢做这一种突然黑屏，然后播一堆声音，靠呗！他在哪里？啊！不要乱来哦！我有录影带哦，可以敲，这边不能进啊！靠呗，陷阱 ！Trap is a trap， 这个是第三卷的吧？第一卷我们就是埋那个小鸟，第二卷呢？第二卷我都忘记了。哦，喂他吃那个鱼，现在是喂他吃完那个鱼之后。我要开门吗？我阿妈在睡觉。然后呢？我要干嘛？我要偷偷做一点事情，是不是？嗯，为什么连记者都要马赛克？嗯，怎么会有只乌鸦？咦 ，what the hell？ 他在干嘛？我阿妈这个时候已经是呆了吗？哇 ，what's up bro？What's up？What？ 哇靠杯哦！怎么回事？阿公，你突然间从哪里冲出来啊？阿妈是挂炉撑，喂靠北，阿公不关我事哦，不小心看到而已 ，OK？ 迷惑哎、欸，你突然间来到这边干嘛？阿公罚我来拉屎吗？What？ 放上老奶奶的头发。我记得 Acon 上面有他的头发，完了，我真的在做这个祭祀。哎呀，公该不会已经发现异常，想要把我干掉了吧？可能啊。阿公最后的眼神不太对劲啊。不是啊，我怎么越来越矮了啊 ？What？ 阿公，阿妈的头发，哇，直接在这边拿、哦。你要确定耶，人家老公就在旁边耶，可以再靠北一点啊。啊阿公，只是想要怀念一下阿妈而已 ，OK？ 没有别的意思啊。怎么啦、啊？用靠，哇，直接拔吗？哇妈，我阿妈谁唔敢背啊？阿公，你慢慢祈祷啦。搞不懂哎、欸，这游戏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搞不懂哎、欸，搞不懂。
应该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吧？感觉你要做这种献祭的东西啊，人的头发、指甲或者是血液、液体什么之类，好像都是最后一步了吧？哎，我拿到阿妈的秀发了，你秀秀看像不像？这恶魔有那一个练发癖，不好意思开口是不是？完了又要去找绿领带。哎呦，你怎么会自己跑来这里呢？哇，你烟头，哇！你可以再滚远一点啊，傻！他的死人头掉下来，然后呢，我站在这边就等死了，是不是？可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看？没有啊，我可以踢哦！哇哇，这个物理学是有的哦。完了，市民，完了，继续玩，完了，现在什么提示都没有给我，你知道吗？哦，是不是不让我离开？是吧 ？OK， 拜。完了，离你妈离！门锁了，我要想走 ，bro。我嘞，前线小编都有给。哎，谢谢。那你看我到处了我的这。很好玩是不是？走另外一边不就好了？有什么大不了？你忘记你家有很多出口是不是傻？我要现在堵着我不让我走就对了，是不是？完了，剩下这一个门了。Hello， 哎，嗨 ，Q 啊 ，Q Q Q， 啊，完了，死胡同，哈哈，完了完了，市民，嘿嘿。那你有什么冤情可以尽管说，尽量帮你摆平好不好？现在干嘛？哇，你很会躲嘛，很好玩是不是？哎呦，自己游泳，我要拔完吗？我现在要找娃娃把它拔掉吗？应该是这样吧。Bro， I'm scared. Stop. Stop play with me, okay? I don't like this building. 什么声音？刚刚什么事情？你不可以开吗？自己这样大个洞，你跟我说你装不进去，你在跟我开玩笑？哎、哦，这还有一只，去死哟 ！Nice nice nice， 行行行，可以吗？靠背还不行，靠背开门啊！厨房我没有来过。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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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Bye Bro Stop。哦，不能 ，no bro， 二阶什么意思？二阶什么意思？二楼吗 ？What？ 这可以上去吗？哇，还真看不出来耶！哎呦喂，我只是不小心按到，我没有想要进去。What the？ What's up？ 嘿，没事。嘿，速速弹开有嘅。OK， 喂，冲！呜，我喂，这家人不对劲啊！啊，你脚步声呢？至于吗？我很凶哎，来啊，单挑，来单挑。开门啊！有种开门！哎，这边把一个死人头丢出去啊！不用怕他 ，OK？ 哦，把他躲！那是生气什么？哎，你来的真好！对，开门开门 ！Hurry up hurry up！ 哇哇哇！阿飞要去哪里 ？Bro， 我要从这边爬下去嘛！哦，开门了啊！乌鸦兄来找我了 ，OK？ 夸一下，把他拔下来 ，Bro！ 哦，哎呦，那是被垃圾袋绑住吗？恐怖你，快点快点快点！哇，第四卷了。我在爬着一个地方，很多石头。然后呢？啊？哇，这个视角是怎样？我小儿麻痹吗 ？What？What？ 我自己挖的哦，
阿公也死了，死在浴室里，八指甲耶！哎呦，光听都痛了。浴室在哪里？肯定是什么献祭恶魔，然后被反噬了。哎呦，阿公，年纪这么大还玩这种事情，哎呀，那哎，这个该马赛克了吧？咦，阿公的手跟鸡爪一样，老公不要怕 ，OK， 帮你美美甲。哎呦，这个你反而没有马赛克，是在靠呗？完了，阿公以后怎么挖鼻屎？哎 ，Oh my god， 该不会用脚趾来挖鼻屎吧？我的手很优雅。阿公，我又来剪你指甲了。哦，这个打录影带，指甲已经剪了，靠呗。喂，可以看到人了，原来哇哇，谁会这么转弯啊？你告诉我哈 ，bro。拿来吧你，还想阻止我通关？啊，剪下狗屎都阻止不了我通关了。Open the door， 这边是开不了了，是不是？要等一下。哇！不如我再开场两分钟，我去大桥，我妈应该要报警了。我要去哪里找回我的电视机啊？这个开吗？去没有门。动一动脑筋 ，OK， 市民，动一动脑筋。他拿了你的 TV， 这个时候，觉得他应该会藏去哪里呢？我觉得应该是外面的那一个厕所恶魔那边，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好了。该不会是阿妈的房间吧？阿妈还我 TV， 阿妈，阿妈，合同先生。怎么靠呗？他抢了我 TV 耶，怎么办？你可以下去吗？不行耶，该不会把我 TV 丢来池塘了吧？没有啊，嘿，给点提示 ，OK？ 要我只是在这边干干走，然后在那边干干叫，这可以播吗？这看起来也很像电视啊。还是说我要去那个什么地下通道吗？这里是出去的吗？好像剩下这里哦。哦，这里很多苹果。哦，哦哦 ，TV 自己下楼去啦。哇，是谁的屁股 ？Oh my god， 好多睾丸。哎呀，完了，我们下来死坑了，很臭，隐隐约约嗅到那个味道，有一条电线呢，该不会吧？呗，你把电视机放在这种地方，你要确定可以收到线呢。有两条路哎，肯定是走第二头的傻。哦，这里就是那一个马桶坑，是不是？那个恶魔是一种生物吗？还是它只是一个形式？咦，有写谁的名字吗？没有啊。Oh my god！为什么盯久了会马赛克 ？Why？ 完了，要被超度了我。这个是 Video File 耶，应该是最后第二卷。What？ 玛丽亚怎么会突然间从旁边过来？哦哦，他要亵渎，他要亵渎那个十字架。Oh my god！ 哪里有十字架？好像也蛮多的吧。我印象中好像每个房间都有哦。那时候我阿公死了吧？好像也是死了，只剩下我。这里有十字架吗？没有，这里只有我梦遗的床单。应该在墙壁吧？自己先走起嘛。这里是什么？哦，这里是厕所。哇，厕所很漂亮耶，不得不说。哇哦，哇，耳机有那些叭叭叭的声音哦。我感觉是主角在走每一步路在放屁，是不是？十字架。阿妈房间会有十字架吗？哦，这里 ，Oh my god！ 咦 ，Holy shit！ 我在替你做事哦，不要突然间。Holy 妈妈，完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白痴帮他做这些事情呢？政治正确失明告诉你这是不对的，小朋友。如果你讨厌他们，一把火烧死他们就好了，干这种事干嘛呢？哦，这里有一个娃娃房，也有一个。花小很好玩是不是？哦，喂！我开始有乌鸦喽，整间屋子开始在臭了，各位，没有嗅到那个味道吗？这里好像来过了不是吗？喂，这个神像的东西也闭起来耶。厨房会有吗？去厨房看一下，厕所，厕所有池子，这样很正常吧？哦，这里对，拉不出屎的时候可以来摸一摸。就知道靠呗，我不要看镜子 ，OK？ Excuse me, sorry。自己呢？自己是哪里？这是厨房哎，厨房我转一转那个十字架，该不会有一个观察我吼出来吧？哦，没有 ，OK。不要再叫了，我知道 ，OK？ 我知道我在做坏事，不用再叫。你叫太久，他会给提示你了。哦，这边大门口哦。Oh my god， 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好，喂，喂，靠近我干嘛？靠呗，靠腰嘞。嗯，哦，这里为什么有？刚刚没有看到哎。你看又来了，他又问我要干嘛了？喂，哦，只有两件臭衣服 ，OK？ 咦，好多乌鸦，靠呗。走了，正常来说是每间房间都有的吧？哦，在这里啊，哇，你很会躲嘛，哈，哈哈，你看啊，这边很大块镜子啊，哈，啊哈，没事，进狼人，哦，没事 ，OK， 走走走，靠边靠边，哎，怎么样，转完了吧？应该是吧？叫这么大声，这是最后一个了，是什么意思？我要下去吗？没有啊，厕所没有十字架 ，bro， 所以厕所会放十字架。你尿不出来吗？厨房确定是没有十字架可以装的，只有水可以包 ，OK， bro。剩下这一个房间哦，那个是客厅嘛？哦，在这边上面靠边，你可以再爬高一点啊！哇，找到我半死！咦，这个有头发，电视机回来了 ，bro，what the hell？ 哎呦！搞定了吧？可以走了，走了走走走，靠背。喂，阿妈，阿妈，不要那么小气嘛！完了，我又出回来了。哎，搞什么？哎，妈的呀！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家大小在那边看电视机，很爽是不是？然后呢，现在干嘛？他没有给一些明确的指示我。我要出回去吗？我该不会是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不对劲才要走吧？哇，你也太天才了吧，前线小编！这可以拿吗？没有东西可以捡，没有东西可以捡，我就走了。不然等下又要我下回来了。你可不可以跑快两步？哪一个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情还不会拔腿就跑哈 ？Come on, bro！ 要么你就是当初的这一个人 ，OK？ 要么你就跟思明一样是个脑残。哦，我要爬回上去。Oh my god！What? Why you stop, bro? 我 stuck 住了哎，哎，怎么办？啊？这是 bug 还是什么 ？What? 哦哦，这样玩 ，OK？ 哇，这边有一个，哇，好宅，好暗，好虚，完了，这个是要看了，靠呗！哇 ，Jesus Christ！ 哇哈！哇哈 ！Oh my God！ 完了。我就不应该长得像钉子 ，OK？ 对不起 ，Bro， 对不起，对不起。哦，这边爬出来是这边 ，OK。Come on, Bro， come on, come on。哇哈！哇，这哇哈！我知道厨房在这边。哇哈！哇，厨房在这边，视频。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哪有什么事情啊？有事情吗？哦，我跑，我跑，我跑。
我就想，哇，走了，飞，来啊来啊，你想要物理超度就来啊，各位冲刺冲刺冲刺，不要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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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下去踩下去 ，OK， 女人驾车就只会踩油不会 brake 的 ，Let's go Let's go bro Let's go Let's go， Oh my god Oh my god， 哎哎哎，不用不用不用这样靠近 ，OK bro， 不用这样靠近，靠背靠背靠背，快赶快，不然你撞一撞让自己死一死 ，OK bro， 快快靠背靠背 ，Oh my god Oh my god。讲讲讲，喂，怎么这么长啊？这个画面怎么这么长 ？Please 不要让我看，宝贝。OK OK OK， 没事没事没事。OK OK OK， 完了完了 ，Barbecue 了。哇，你退后啊？是我就直接铲过去哦。No man， are you stupid？ Come on， damn it！不行啊，怎么办？这根是什么？哦，这根是树木，吓到我。我以为这根是玛丽亚。哦哦，哦哦 ，Who's that？ 哇，很性感嘛，屁股在摇哦。他是活人呢，他不是。所以说地下有个人在生存吗？还是说那间屋子一直以来的有个人躲在那边？哦，完了！哇，芊芊小便作为这个最新影片的素材了 ，yes， 恭喜你们！喂，你这是你们中国报应该要获得。在那边吃哦，啊，开始在那边咬哎 ！My God！我要是整个人很瘦哦。这带故事还好吧？这我不用过来 ，OK？ 我不想要看你长什么样子。哦。这是我的摄影机吧？我该不会是可以控制它吧？哦，还欠最后一个先机品哦。你的意思是，哇，我好高哦，看不到我自己啊！我长这么大，终于等到一个先机品的意思吗？好像是这么的意思吧？要五个吗？开头有两个女生嘛，然后就是他的阿公阿妈，然后他没有先机他自己吗？他终于等到这一个记者啊，什么之类的。我可是我也太瘦了吧？你看我膝盖好像随时会断掉哎 ，bro。觉得这一代故事蛮容易猜的 ，lucky 了，施舍你了。还是结局有什么反转吗 ？Oh shit！ 你这样子就结束哦 ？Oh shit！如果你真的硬要说反转的部分，大概就是那个小男孩在那边等到第五个献祭者这样子，然后他也没有说你献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开始还以为说这个回去拍摄的人是当年要献祭他们的那一个小孩。跳过看一下有没有彩蛋。OK， 彩蛋来了。好。哦，我们来到公司，是另外一个吧？なんか。気味悪い映像でしたね。あ、他影片还挺令人毛骨悚然的。あんまり大した映像じゃなかったな。也没什么了不起嘛。これって誰が撮った映像なんですか？对呀、啊，他不是死了吗？誰なんだろうな。会社に送られてきたんだよ。该不会是诅咒的影片吧？もしかして最近仕事休んでるあいつじゃないですか？哦，他已经没有来上班了。あ、そうかもな。あいつ成果出せって言ったのに。哪一个是上司？对面这一个是上司吧？会社に送るんじゃなくて直接持ってこいってな。でも最後のってあいつって家の映像を撮りに行ってから会社来てませんよね。哇，这么明显的事情，你们该不会没有发现吧？いやいや、何言ってんだよ。哇。あんなの誰かが編集したか何かに決まってるだろう。フェイクだよ、フェイク。フェイクだよ、フェイク。やめろよな、そういうの。
いやもう大丈夫ですよ。なちゃん。そうですよね。すみません。すいません。早く出社してほしいですね。你要确定，他回来已经不是那一个他了。ではちょっとトイレに。次の企画考えるから早く戻ってこいよ。哦，我是上司，我现在，哎，完了，干嘛要让我带入上司的视角啊？你让我带入那一个下属的视角去上个厕所还好 ，OK， 洗一下我的包皮。干完了，你干，我还有的可以玩哦。哦哦，那可以看吗？完了，这个上司的报应要来了，是不是？可是他为什么会寄回来给我嘞？他还要吸收更多人的灵魂吗？应该是这样吧。What's up? What? 谁人锁我的门没？没有。喂，你不能在这边上厕所啊！惊吓点好像是在告诉我说什么？你觉得我们的游戏不好玩？好啦，那今天就到这里了。这一款见仁见智啊，我是觉得还好啊。虽然是对比幽怪事件的话，好像也没有幽怪事件这么的反转。可是我觉得这一款还是有这个 Chuasa 一直以来的那些恐怖的气氛，还是会吓到人。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一个游戏明天再见，拜个人拜。